洗澡的时候，也会有人从外面路过的时候，也会，他也会帮你照。哎，他就会那个什么窗户外面贴着，哎，男生在里面洗澡，女生在另外面给他打这样子。从声音他就会知道说是哪个女孩子。其实女孩子都知道里面那个人是谁。他一定会洗得很干净。千万不要经过我家哈。